大家好，你在沈阳，几个有朋友从远方过来了啊，红薯节，俺们这里不少帮俺忙，咱做好些红薯干儿。然后几个，他来开工了，来开工了，咱们几个吃饭。军民妹妹吃个饭啊，俺那开封关东小笼包我可有名儿很，要传达。是来开封必吃小笼包，吃俺开封特色。对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那个他现在马上到了，俺等会又给他拆个挺好，俺说个拆挺好，俺房间订好了，几个吃顿好了啊。对，等个毛车间人上楼顶了，下上了。啊，这小人，这小人咱这领子，这领子有点太动筋骨了吧？行了，来，你看俺。买的这褂子咋样？来，我看，是我红嘛？是，是吧？还有帽子。来坐坐，我跟你坐。真能玩啊！我说搁家里吃饭，咋会你跑到这里边？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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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龙王，来，来，来，煮了好几遍。那是第一次来开房。那是哪第一次？我感觉我这个感觉这是第三次。那今天来，你客人嘛？咋坐在里面嘞？你是姐爷，你别往里坐，不坐了。有那里有。来个灌汤的，再来个那个香菇的啊。包子一个灌汤，一个香菇。哎，对对对。包子干辣的。两种灌汤了，两种那个灌汤包。啊，粉丝大碟儿，肉丝大碟儿。你也不吃，来，来。吃了。这个是那个白豆腐。白豆腐啊。俺那吃了两碗就，两碗，俺那叫两碗吃了两碗很重要。粉丝吧，这是个什么名吧？嗯。我来吧，我加班。啥麻汁玩意儿？那我两份儿。炒凉粉儿的开封，炒凉粉儿做的比较多。那你也尝尝吧。啊，再见。哎呀，是吧？反正都是这些啊。吃。吃开封的炒凉粉儿，咱吃有没咱吃完的炒凉粉儿。对。啊，你上完了吧？俺猜是吧？别上吧。不是，我看看上气冒。你给我弄开吧。哎，我看看啊。然后中了，我给包子也给弄开。包子说过了啊。你还上包子嘞？对，你看那吃包子，咱俩不开封不吃包子，你想，对吧？这香菇的，上面香菇是吧？这开封的小笼包。啊。这弄个摊开吧，对不对？放点水。啊，这个是，把那个水去了。好。来，快点。来来吃吃。多。快点。吃吃啊。这个那个先吃那个，干啥呀？尝了，灌汤我趁热吃啊。他那个咦，我再站起倒一个，你坏了。香菇它也是那个带肠了。香菇呀，啊，带肠。哎，这个都带肠。看我哪去了？我坏了，给搁倒一个。哎，不，我自己来了啊，自己，我可自己来了啊。好。来。啊，老冷人。我躺着用。师弟，给我说先要苦啊！要糖，要不先要苦，然后再吸。嗯，有点热。人家说这茶馆可吸灌汤小笼包，是不是？就是开封那个小笼包。